秒这么简单的运动，只要每天30秒就有效。最大的困扰就是我们的运动时间都很少，对，所以我最后教大家一个动作，是你全身性一起，随手可的东西都能做，然后燃烧更多热量，会帮助你体脂消得更快。所以这就在家就是运动时间有限的状态下，做这种全身性的运动会更有运动效益。